真不饿。二我老家的人啊，都用它做枕头，能治百病的。小毛打小就喜欢抱着枕头睡觉，这头一夜来，怕他睡不着不习惯，先给他预备上。等他来长了有你，也就不用了。魏秀姑娘，小毛他……哎呀，小毛来了，快快快快收拾收拾，快去呀、啊！挺好的，挺好，去吧去吧。呀，小毛来了。二嬷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留着你们俩摆吧。哎，老家的人常说呀，热炕头，暖被窝，小两口越抱越乐呵。多谢二嬷。得，我也不耽搁你们了，你们俩歇着吧。刚进宫的时候，咱们还经常在金銮殿玩藏猫猫。那个时候，婉容她就很滑头，经常捉弄我们俩。二嬷那时候当裁判，可她经常偏向，婉容就跑去向太妃告状。那个时候你才14岁，长得就像庄士敦师傅送给朕的那些洋娃娃。那个时候比现在干净多了。文秀，对不起皇上。文秀，如果朕不是身为帝王，你我举案齐眉，红袖添香，应该也算是不错的一对夫妻。可不幸的是，朕是帝王，朕是大清王朝的宣统皇帝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不该找人递状子来告朕。纵然你真的想离开宫廷，你想离开朕，你也没有必要找个外人打官司来羞辱朕。文秀，对不起皇上。可覆水难收啊，文秀。夜坐皆深梦，君方断肠，宁同千万死，后人两分。
章，孰与君至此，悲秋渐若望。洗盏相畅饮，欢罢怨连床。这是朕8年前赐给你的诗，朕还记得。现在诗还在，人也在，可是没有想到你我不得不分道扬镳。朕来看你，朕就是想亲口告诉你，你想要的，朕给不了你。你去告诉那个黎天明，就说朕已经同意离婚了，让他找陈师傅去商议吧。好自为之，请多珍重。来看文秀的吧。啊，坐坐，来坐。哎，放心不下他，我们就过来看看。坐坐。啊，哎，坐这儿吧。不用了。晚了，你们来晚了。他走了，怎么留都留不住。他走的时候我问过他，你是不是要到齐姑娘那儿，他摇摇头。我知道他是怕呀给人家添累赘。你们说说，他是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可怎么活呀？啊？那二嬷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哎呀，
我问他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出去租一间房子，自己清静清静，好好活着。对。文秀，文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怎么找来的？你还说呢？真是，我们还以为你被绑票了呢，换了地方也不说一声，让人提心吊胆的。我后来又去了医院，想去看你，可医生说你已经出院了。我料想着你没什么事儿，就没再找你。你们别怪我啊。我只是想避一避，过一过清静的日子，能脱离皇宫生活，换来自由之身，多么不容易啊！那你这是？啊，这两天我什么都没做，就学着生炉子了，可点上就灭，点上就灭，这烟啊，还呛得我气短。我们进去吧。老百姓的生活了，我已经是庶民了。从皇妃到庶民，等于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。你瞧瞧，这五个手指头，四个都烫起了泡，会疼好一阵子呢。我看你还算了，搬到我那去住吧。那怎么行？我总不能跟你们过一辈子吧？再说，离婚之后。我想一个人待着静静。哎，这房子不错吧？1000块买下的，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。1000块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房子还是简陋了一点。这院子嘛，也还算凑合，但这儿始终不能称之为一个家呀。喝水。这儿实在不能当个家。天明，坐。啊。哎，你怎么生着的？我怎么没生着？我还以为是炉子的毛病呢，看来不是。你呀，亏了没生着。要是搬到屋里来，不中毒才怪了。你看你这里都没什么通风。你在宫里啊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有人伺候着。出来之后，那就是7件事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每一样都在从头学呀。哎，你们这么一说，好像我离开了皇上就注定活不了了似的。我还真不信。虽然这些天老被呛得流眼泪，可心里痛快多了。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不用担心谁来算计，也用不着看谁的脸色，心情舒畅最为重要。你们可不许来动摇我。瞧瞧瞧。他还怪罪起我们了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把你绑起来送回宫去。来人呐，把这个大胆刁民给我拉出去。哎呀，好像早就忘了该怎么笑了，今天又想起来了。苦辣酸甜，往事不堪回首。你们帮我脱离了苦海，以后的日子还要靠我自己去走。
文秀，小心点啊！正好来帮我一把。啊。一看你，差点摔着。以后啊，这种活留着我来干，好吗？一清，也曾吃过苦，可是九年的牛犊生活，生生的把我变成了废物。坐。哎，对了，怎么样？那个炉子学会生了吗？生炉子我怕是学不会，也奇怪了，我点了它就灭。烟熏火燎的，好像专跟我过不去，索性我不生。那平常吃饭怎么办？不饿就算了，要是饿了就上街买点吃的。好在就我一个人。接了一个棺材，是干相的，那就准备送葬材料。我去取证，顺路过来看看你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我现在有点饿了，你能不能赏光陪我去吃点东西？其实你并不爱，你是为了我才来吃这顿饭的。你觉得我很可怜，是不是？客官，您里边请。想要离开皇宫，想要做庶民。现在终于如愿了，可是我连炉子都生不了，连一顿饭都吃不上，我怎么就那么没用？算了，我看你还是搬到我那儿住吧。啊，啊，把如玉也叫来。你们两个可以做个伴儿。不，我要是连这一步都走不出去，我以后还要怎么生活？你看，这官司是打赢了，可是我真不知道，我到底是救了你还是害了你。我没后悔，你反倒后悔了。我不是后悔，文秀，你离开溥仪，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家。如意说的对，有男人有女人才算一个真正的家。可是你现在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想平平静静的过一阵，这样挺好的，对我而言。关在皇宫里差不多有十年了，就如同一个囚犯，现在总比那个时候要强吧。是啊，可是这样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孤单呢？小曼，吃好了慢走。我是很孤单，有时候也太静了，静得都让人害怕。不过还好，我会画两笔，画着画着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是啊，嗯，再吃。
那你要陪我吃。好。虎哥儿，回家去了。虎哥儿，虎哥儿。梅先生正在村和大戏院演醉酒呢，咱们去看看吧。啊，是吗？看来我没这个福气了，今天我要把这个赶完。哎，你可以陪文秀去吗？那也好，也不知道这几天文秀怎么样了。啊，比想象的好多了，我昨天去看过他。昨天你去看过他？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没听你说起过。以前在宫里啊，我也听过梅先生的戏，可是机会并不多，不像现在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全随了自己的心愿，自由万岁嘛。要不自由二字被喊得震天响。皇后娘娘驾到，请让路。凭什么呀？就凭她是皇后，普天下的人都该为她让路吗？这是哪儿来的刁民，竟然这么不懂规矩？皇后娘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连刁民文秀你都不认识。这也难怪，要是换了别人，也不敢不给我让路。以前在宫里，我为你让过无数次的路，那是因为你是后，我是非。可现在不同，现在民国，你也该为我让让路了。刁下去吧。郑孝胥。臣在。都说你有好大的学问，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知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可知道大清开国近三百年，有哪朝哪代的皇后娘娘竟被一介刁民羞辱？这个，臣不才，臣想不出，这不可能吧？皇后娘娘贵为天下第一人，有，是我。
当朝当代的皇后娘娘，今日却被一介刁民羞辱。谁人竟敢如此大胆？他就是文秀。这口恶气如不出，也愧对皇上对我的恩宠。我不想再看到他。皇后娘娘的意思是，你真的不懂吗？你装什么糊涂？下去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羞辱我，天下还没有第二人。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你倒挺闲在的你。哼，那你是没见着我累的时候。哎，刚刚皇后娘娘宣了这消息还大发脾气，好像是和淑妃娘娘有关。不会吧，这皇后娘娘打回来的时候就不痛快。哎，你去打探打探，别让淑妃娘娘吃了亏。哎呀，行啦，别就透着只有你才惦念着淑妃娘娘。你快去嘛。知道知道了。哎，是是。要走了。嗯，好。这是皇上的意思？这事儿皇上还不知道呢。哦，皇上，哎呀，这事儿就不大好办喽。要是好办，岂敢麻烦您呢？谁都知道，您才是天津卫真正的皇上爷。那说说而已，可不敢当真啊。这要传出去，那可是犯上大不敬。既然皇后娘娘有这意思，那我就管了吧。哎呦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算是放心了。区区小事，不必客气。管家。嗯。你去查一下啊，先前那个淑妃娘娘如今藏到什么地方。是。好了，你就回去安心的服侍皇上吧，不出三天这事儿就能办好。吩咐的事儿有着落了，有着落了，皇后娘娘。你们下去吧。怎么，你肯办了？您的事儿，老臣岂能不办呢？这事儿啊。肯去办，那我就更放心了。是今天晚上？就今儿晚上。
我就不睡觉了，单等着那个小贱人的好消息。于大律师就在这儿，走。老汉一拜呀！哎，这不是吴老汉吗？来来，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来来，快起来！官司不是打完了吗？你们这是？是打完了，俺们这……那个县太爷找你们麻烦了啊？没找啥麻烦，那个县太爷呀，把俺家祖坟那块地呀也还给俺了，还把俺水村呢也还给俺了，都没缺，都是囫囵个的。好，那就好。那今天来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来还账的，您帮俺打赢了官司啊，我们一个大子儿没掏不说，反倒让你这个大律师啊倒贴了不少，我们这心里过意不去呀、啊。怎么着也不能亏欠了恩人。来来来，你先坐。哎哎，我跟你说，吴老汉啊，我是一个律师，哎，帮你打官司呢是我的本分啊。打赢了我很高兴，哎，你不必挂在心上啊。那哪行啊，俺还没付律师费呢，俺呢不怕您笑话，钱俺是没有啊。俺那个家呀你也去过啊，就是砸锅卖铁也不值几个大子儿。好在呢俺有这个闺女，俺这闺女今年十八了，知疼知暖，缝缝补补啥都会干。你要不嫌弃，老汉我情愿把闺女送给恩人。哎，对，俺不图啥呢，大房二房的，情愿做个小妾，伺候恩人一辈子，也算是报答恩人了。哎，随从啊，还不快给恩人跪下呀？哎哎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王老汉，这可不行啊！怎么不行啊？啊，古话说了。好汉娶九妻，赖汉才娶一女呢，啊！像您这样的好人，娶个三房五房的，谁能说个啥呀？啊！可李律师尚未婚配，要是娶了，也不是小妾，而是正房。哎呀呀，那可不行，那可不行啊！啊！你说我们小家小户的，哪能做正房呢？啊！添个小妾，啊，伺候恩人也算罢了。俺也不傻。也看得出来呀、啊，齐姑娘跟吕律师啊，是天地配的一对儿。想齐姑娘呢，又是从大户家里出来的，也不会呀、啊、跟俺们水聪计较个啥。哎哎，水聪啊，你都说话呀，要不得，吕律师和齐姑娘以为你是哑巴呢。嗯。俺会炖鱼汤，听说。鱼汤对男人可有好处呢。啊，我还会贴饽饽熬小圆呢，听说当年皇上都爱吃这口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在家呀他娘没少教他富的人家干的活计，哎，误不了事儿啊。好好好，你就留下给李律师熬鱼汤，贴饽饽炖小鱼，也让李律师尝尝当皇上的滋味。鱼
这就定了。你能做黎律师的主？做主我可做不了，可你这么水灵灵的姑娘，黎律师也不舍得不要你啊。你看连名字都好听，水葱水葱，还有这么一个大辫子。如玉，哈，我想开的有点过火。那水葱就留这儿了，我就回去了啊。那个往后再进城啊，我再来看黎律师和齐姑娘。哎，来来，郭老汉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水葱啊，你一定要带回去。这于情于理啊，我都不能这样做。你想想看，我如果把他留下，我跟那个七男八女、横行乡里的县太爷有什么区别？对不对？嗯。那咋能一样呢？那儿俺是不情愿去的，这儿俺可是心甘情愿留下来的。对了对了，千金难买愿意喽。不是，听说俺来这儿，俺的乡里人都可高兴了。先生要是嫌弃俺，要俺回去怎么面对乡亲们？俺还咋活呢？哎呀，这意思是要是不把你留下，还得多条人命呢。都知道俺来这儿了，都知道的。你看还是把水葱留下吧，要不你还忍心看他自寻短见呢。如意，别瞎起哄。谁瞎起哄了？我是一片好心，你不领情也就算了，干嘛拿眼睛瞪着我？那要留你自己留。我自己留就我自己留，这么好的姑娘我还舍不得让你走呢。不过大叔，哎，黎律师不能娶水葱，要不我把他留下来当个帮佣，你们觉得合适吗？也行了也行了啊。哎呀，黎律师尚未娶进正房，眼下就是娶我们水葱也不太合适。俺不是不懂情理的人。也行了也行了，先让水葱做做佣人，等恩人娶了正房啊。再说了，哎，水葱啊，你看行不行啊？吴老汉，这是不行的。我那俺就先做佣人吧。那可太好了。说实话，黎律师在年前就想找个佣人了，可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。你来了那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先带你们去黎律师家看看。哎哎哎，如玉，如玉，你不是害了水葱吗？你不一直催我找个帮佣吗？我跟水葱挺合适的。他是要嫁人的，又不是帮佣的，以后怎么收场？人家不是要给你做小的吗？去去去去去，走，带你们去认门去。哎呀，看不出来，真看不出来呀！齐姑娘比黎律师啊还爽快。你说城里这事儿吧，就是让人忘，犯迷糊。走，水葱。哎，走。如玉。脏了脏了，没事儿，哎，来，哎，这就是黎律师家。俺水葱真有福气，真有福气。您老就放心吧，水葱在这儿不会受半点委屈的。哎，那是那是，这样知道黎律师和齐姑娘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呐。要不啊，俺们早把水葱送到这儿来呢。哎呀，俺这就回去啊！哎，在天黑之前呢，我快赶快乡下去。你听我讲啊！好了好了，你老急什么呀？啊，在这住几天该多好！不能再给你们添乱了。哎，再说呀，水葱他娘啊，在家还等着回信呢。
他要知道水曾留下，还不知道怎么高兴呢。哎，你等一等。嗯。来，这个您收下。要不得。哎呀，您就收下吧。水曾留在这帮佣，怎么着也得给他工钱的啊，收下吧。那我就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你老慢走啊！哎，慢点，回去了啊，回去了。对，我就不送您了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怎么了？水聪。冬去了。